弹弓举之类的、啊，就是你吹笛子的那一个。哦，那个不是啊，左边是 buff 啊。对，我是说左边都有跑出来啊。啊，右边啊，我说的是右边啊。没有，我最想看的就是 DPS 而已。哎，很过分哦！我才刚起身。是不是只有你看得到棉啊？我看不到他要不要水。我现在也看不到啊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来吧，还他落棉，他不落棉。什么？棉完全免疫。只看到晕眩那些。哦好爽哦，欸、有啊，看到棉了，快抓，快抓，快抓！被不知道被谁敲起来了，你直接撞、啊，没撞到。哦不，他跟到下一区了。这垃圾，圈圈死真的很爽。出手了。这次就看得到骷髅头，因为是奈斯。
大厅。想到那时候刷角龙刷到快哭出来，黑角龙。你想要游戏是黑角，刷到会疯了。128只，哎、欸，我记得那时候是100多只，110多只。我记得我好像是刷80只就刷到了80多只了。不见嘞、欸，赛亚人不见了。对啊，啊你这边没魔物啊，怎么会有赛亚人、哦？我想要在这边调 DPS， 怎么调？好吧，没有。可以登录在你的眼睛上面，有没有？风飘龙大惊，哭啊！风飘，哭啊！风飘，哎、欸，神带鱼，我没吃。大金，没有啦，我没有吃也有。可以上四化跳舞哎、欸，笑死！可以啊，就变成一个黑肉妹在跳舞啊。解除丧尸化，再点一次它就好了。哦。哦。啊，要陆续上钩了。欸、啊，还强制要陆续上钩了。不理我啊。要多摔几次吧。没有、欸、我躲了很多次。那我来刷水龙好了，你先掉，刷个水龙。科技的力量真的蛮方便的，对啊，十秒钟就出来了。要吃啊，好吃哎、欸！
哇！该不会刷这个也很容易出稀有生物吧？说不定哦。那应该没人缺什么天雨水母了吧？奈斯加油，靠你了，奈斯。我也在刷，我在刷碎了。没有，如果是小金的那个牛的话，我还好。小金也缺啊，我需要啊。我说我还好啊，所以是怕说我跟他同时刷啊，我这边的壁毒龙是20分钟，那就起，就至少我就打。小金凶爪。垃圾。哎，凶爪。跟凶爪。垃圾。必读大金、哎，我必读大金有了。哇、啊，我凶爪大小金都有了，我不需要。我觉得凶爪应该很好打到吧？你有缺吗？哦，凶爪我有嘞，小金，小金，那小金我有了。对啊，小金都有就来我这啊。好，啊，两个都有的要去谁呢？你必读也大金哦。我必读有大金没有小金啊？你是不是？你如果想还要小金的话，你就来啊！啊，你不是必读大金？对啊，我说你还想要小金的话，你就进来啊！哇！上次在刷那个草的任务的时候，必读突然从我旁边经过，哎呦，好大只，然后就把他杀。哎呦，好大只！然后他就大金了。你还没有天宇跟金猴，哎呦，改天可以陪你刷。我真的。很会刷了呢、哦。我的也是你刷出来的，真的吗？哎、欸，哎呦，这把武器可以克壁毒龙哦，不会中毒，也不会麻。哎、欸，属于哦。看到他了，垃圾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就过来了。他总是。只留下电话号码。原本趁活动刷金哦，没想到几点就结束了。我觉得他们都说几率比较高，可是这边有一个刷了18场还是19场没有刷到啊？8场，谢谢。我到了。我到了。我开吹了。好。没吹到的我不管哦。好，请撞墙，请撞墙。你可以跟我一样啊！我那时候如果认真要刷的话，就是你随便接，你随便吃个生物博士，
然后从五号营地跳下去，往一号营地走。不，往二号温泉走。然后没有，就是换地图，不要回营地哦，不要回集会所，就是换地图，换个大乙种啊，或是森林。对了，完了。哎，没事。撞墙快，撞快撞！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增加那个，不是增加那个你的猫的生物博士不会不见，而且真的从五号下去往二号营地比较快遇到。你如果每个温泉都要走的话太累了，我就是只集中在二号营地这样子啦，这是我的做法。对，换地图那个生物博士还在。所以真的不用，就我是靠这样子在刷那个其他稀有生物，不然你餐券真的迟早会被你吃光。哎、欸，啊，你后来餐券又刷了几张？没有刷啦，我现在就是刷到有500张，又没有刷了。够用啊！是不够用啊？怎么那么快累了？软尾巴。那、啊、你就是不要在那个，不要在过程中被打到。我那时候刷毛级的时候，就是被恐暴龙还有那个金狮子猫到直接死掉，然后就显示猫的生物博士结束。有北齐的，快死了！他快死了！啊，没有，没白卡，他50%哎！哦，对，你可以看血量快要，我都忘记了。开着，然后说他没掰卡，然后我只能给你看血量。没有，你用的这个真的会回不去哦。还好，就是现在刷大的已经开。会啦，你会回不去啊！科技来自于人性，你至少也可以看你 DPS， 虽然你看不到。我就是看不到 DPS， 有点不爽啊，所以我回避。为什么你看得到，我看不到？我很笑。你现在4300啊？我看到啊。那、啊、为什么我看不到？我是宅女。还是我设定的那个位置，你也是那个位置啊？因为我是放最右边。我也是最右边啊。说不定那个荧幕大小，说不定会有不一样，会影响。对啊，你荧幕多。